我们又回来了，蓝蓝的天空啊，多么美的山景啊！继续我们的与高我共同创造之旅。这两天的能量又是指数级的，估计觉醒人群也会爆发性增长，所以保持耐心，保持喜悦，保持照顾好自己，保持与搞我的共同创造。上回我们说到了第五维度地球，第五维度地球又是什么呢？就是清晰说出你的天魂计划。为什么说是清晰呢？那就是因为第五维度的第六维的第三眼脉轮，内在的视野，让你能更清晰的看清远方，看清后方，看清前方，看清上方，都是因为你的内在视野。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你的天魂计划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是我的天魂计划吗？那个是我的天魂计划吗？你的天魂计划就是你的喜悦，带来你的不断扩张，不断接纳，不断放下，这就是你的天魂计划。没有什么计划，全在你的喜悦状态和你不断迎接挑战的向前迈进，这就是你的天魂计划。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第七维度地球。第七维度地球呢，会涉及到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一些词汇，比如祷告、祈祷、冥想，如何营造你的天魂计划，如何去创造你的天魂计划，如何与高我，如何与你的身边人，如何与众生一起去共同创造。就是我们说的众志成城。所以第七维度地球将会进入到我们很多人可能已经一直在里面进进出出的一个领域，比如祷告。祷告呢，是你与高我之间沟通的起步。你说了，我每天与高我合作，每天与高我共同创造，但是我们俩没啥关系，他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他，那就不谈不上共同创造。他和人是一样的，你与高我的共同创造一定是互相合作，由不熟悉到熟悉，由不合作到合作，由互相不信任到互相信任，然后再到不信任，再到无条件信任，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过程。
于是呢，我们看到庞大的基督徒学会了与高我共同创造的方法，什么呢？祷告或者代祷，即使做不到，他也知道这是有用的啊。这就是你活在第五维度的，活在第七维度地球的明证。你学会祷告了，你学会向高我求东西了，你学会更好的去改造你的天魂计划，让你的天魂计划呢，行在你想要的路上。这就是第七维地球的起步阶段就要做的工作，什么呢？去改造第五维地球的天魂计划。那位说了，那我怎么祷告啊？我怎么向高我要我想要的，如何合作呢？很简单，把你想要的全部说出来。记得我跟刚我和高我刚合作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会发出不知多少个愿望。没有关系，这其实也是你释放和扩张的一部分。你的重担要放给高我，你的期望和你的愿望也要放给高我，然后呢，你就别再去想它了，再去创造你新的愿望、新的想望。慢慢的，愿望和希望、期望、渴望，慢慢带给你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小。当然，这也是要提到我们之前说的，你得会做减法才行，不然你会要的越来越多，到最后一直到无可奈何，连你自己觉得都跟高我有点不切实际了。所以多和高我合作，这是第一步，这也是你成为高我起始的第一步，将你想要的所有的愿望都说给高我。会不会实现呢？答案我们早就已经说过了，不取决于高我，取决于你，取决于你的共振，取决于你和愿望的共振，取决于你是否挑战你的未扩张的领域，取决于你是否接纳一切带给你的，无论你接受不接受的期望、愿望、渴望、想要。这是前两天我们发的。现在雪变成冰了。目的是什么呢？所有的过程只为了一个，无条件去接纳一切带给你的，
但是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呢，那就要去怀着你的喜悦，怀着你的愿望，怀着你的希望说出来，排一个大列表给高我。这个呢，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与高我的关系，与家人的关系越来越像。所以学会祷告，大家说我怎么祷告呢？你怎么和别人要东西，你就怎么祷告呗。当然不要忘记感谢，感谢上，感谢下，感谢左，感谢右，感谢天上地上地下一切生命啊！不要忘记感谢，这是你回馈宇宙的一部分。好，让我们一起操练起如何祷告，如何与高我共同创造你的天魂计划。